都从一个出有专案的时候都是一定要配合的、啊，为什么会？然后他讲的很不清楚。其实我第一个想过要不要问，我觉得问好像不太好，那么早就问起，我好像觉得不太好。今天因为然后我就问，他大概就问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会慢？我来跟他讲一下，其实就很常在说，高中、大学都在做。报告要做解题，都是我来做，或者蛮好的，想要什么管的，准备成功。然后他就大概知道了，他就叫我，他一直叫我要练习，就是可能要做一些东西。那时候学长说会帮我看一下，然后他就问我，是不是这样问的？他说大部分都是自己学的。然后好。谢谢你们帮我接。